同人与长安氏方董颇有才名，而跳脱不耻一劫，美目上见有女者，轻薄未坠之。清明前一日，手不交锅，见一小车，朱碧修林，金衣数倍，款段一丛，内一碧，陈者似柔光绝美，稍稍进搀之，见车慢动开，内坐二八女郎，红妆艳丽，由生平所未睹，目眩神夺，沾恋服舍，或先或后，从池数里，忽闻女郎忽逼近车侧，曰：“为我垂帘下，何处疯狂儿郎？凭来窥瞻。”逼乃下帘，怒顾深曰：“此芙蓉城七郎子心腹闺名，非同田舍娘子，放教秀才胡去？也已举折土扬声。”生一目不可开，猜疑世事，而车马一鸟，惊疑而返，觉目中不快，欠人其简波事，则经上生小意，经素一句，泪素素不得止，意见大，数日后如前，又惊起旋螺，百药无效，傲闷越绝，颇思自忏悔，闻光明经能解厄，持一卷，美人教诵，出游烦躁，久见自安，但万无事，为夫作念珠，持之一年，万缘俱尽。忽闻左目中小雨入盈，曰：“黑漆似火漫杀人。”右目中阴云，何通小遨游，出此梦气，见觉两鼻中软软作样，似有物出，离恐而去，久之乃返，复自鼻入眶中。又言曰：“许是不亏园亭，珍竹兰具枯即死，生素喜香兰，园中多种植，日常自灌溉，自失明，久之不问。”忽闻其言，俊问妻：“兰花何事憔悴死？”妻结其所自知，因告之故，妻趋验之，或过倒矣，但一之，尽力房中以伺之，见有小人自身鼻内出，大不及斗，因宁然进出门去，见远遂迷所在，俄连鼻归，非上面如风你之头削者。如此二三日，又闻左言曰：“遂道于还往甚非所便，不如自起门。”又因云：“我必子后大不易。”左曰：“我势必得与而举。”遂掘左框内隐私抓链，有请太史或见记物，喜告妻。妻审之，则之墨破小窍，黑晶莹莹，才如披胶，愿一宿仗尽消。细视金钟同也，但右目旋螺如骨，乃知两同人何居一框矣。生虽一目渺，而较之双目者，殊更了了。由是以自简述，相中称甚的焉。一史是曰：“乡有士人，携二友于途，遥见少妇空余出其前。幸而迎曰：‘有美人兮。’故二友曰：‘屈之。’乡与笑称，得追节，乃妻子妇，心难涕丧，莫不敷语。有委未不知也者，凭纸书写。世人有泥，痴痴而连曰：‘此长难敷也。’各引相而罢。轻薄者往往自误，良可笑也。至于迷目失明，又鬼神之惨报矣。芙蓉城主不知何神，岂菩萨现身耶？然小郎君生病门户，鬼神虽乐，亦何尝不许人自心哉？”